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星米星主厨食堂第八集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第五集的阿杰、第六集的普通人，还有第七集的表姐的话，赶紧点附近的连结或是下面应该都有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几位来宾，也就是丹尼表姐、连杰克曼、普通人。以上这些来宾呢，今天要来挑战吃了绝对会变裸体的超辣挂包，应该是不会真的裸体啦。先不要裸，先不要裸吗？期待一下，挑战者们，你要上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吃了绝对会变裸体的超辣挂包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个非常宅的卡通，叫做《十级之灵》哦。我怎么超辣挂包？因为我今天做出一个结论啦，要怎么样会裸体，就是因为很辣很热，热到想要脱衣服。所以在讲求逻辑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其他也没有逻辑过吗？也还好，也还好，还是要有一点若 P 则 Q， 非 Q 非 Q P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好，我们准备了三个挂包。跟一个吐司啊，你就是拿到吐司了，那其他三个也都不用摸了，其他三个应该就是挂包了。好，我现在来讲解挂包的做法。因为原则上现在挂包品已经做好了，原则上挂包品是最难的。那呢，挂包呢，我们现在只要做肉，我们要先炒肉。肉的部分呢，我们挑战者们 ，Go Go， 开始吧。哦哇，阿杰挑战不洗葱就直接开始切了，我要洗是不是？要先洗啦。哦，脏脏的啦。盛满动作的时候用 S9AK 去喇叭放音乐，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表姐已经进入到炒的阶段了。由于美妆它，所以在炒菜过程当中，也是可以看自己的妆有没有完整。也是看自己的妆有没有完整。对。哇，这边还进入在炒的阶段，看一下 RJ 啊，打得不乖，慢动作吗？快，还要加水吗？我们还要加。来吧，阿杰喂鱼吧，川普喂鱼，川普喂鱼。完全不想享受喂鱼的过程。哇，这就是韩国 no style 吗？我要让浩浩全裸。可是我在影片全裸过了。那就麻烦表姐了。哇，没关系，不用这道菜，我就想全裸了。我的梦想当拖星。应该会咸啦，应该少咸。还好，还好，不太咸，那就表示酱油应该不够。能够川普到酱油。川普酱油也很多。川普。他很想让他全裸。表姐，请问你平常对于香菜的感想是？我是反香菜联盟的盟主。猪血糕不是加香菜 ？No。肉粽也没有香菜，肉粽没有。韩国人吃香菜吗？韩国人不吃香菜。不吃香菜。对。所以他们知道什么是香菜吗？香菜就进了吗？真的很好，在韩国掀起一股。掀起一股大家都不吃香菜的热潮。你可以用正常声音讲话吗？没办法，对方吃你我就忍不住。他们只要来台湾就会一直讲说，他们会带着旅游手册上面都会写我不要香菜。阿 J。哎，我香菜我可以啊，不吃的话我可以帮你吃哦。你其实差不多嘞。差不多了吗？软嫩了吗？我在换软嘞。因为你的火太大，会烧多啦。你们做花生粉了吗？花生粉加糖了吗？做好了。阿 J， 川普加糖。秋天啦，太多了啦。太多了。哦，那现在我们就等卤的时间。要老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。好的。挑战可以口就先生，怎样？超雪，其实是胃吧？可以，对，为什么你有一块刮刮皮？他忘记，对，阿姐，你的没有刮到，没有吹球。哇，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好，来了，哇，起锅。我来换 RJ， 阿杰帮我夹起来啊啊啊！太搞笑了，哈哈！普通人很大块，普通人比较像挂包，大堆大堆。哇，有。绝度，这个是阿杰的，这是普通人工作室的，这是丹尼表姐的试吃时间，来试试表姐的挂包，究竟吃了会不会变裸体呢？可能不会，羞答，普通人的，这样，真的很辣。最后一个阿 J 的，居然是合理，居然没有过险，我觉得赢普通人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你刚刚食谱是什么？可以写给我们吧。食谱先看回，反正就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。公布今天的挂包王者，我们的挂包皮挂包王者阿 J。
哇！一阵尴尬的鼓掌之后，阿J想不到吧？想不到，想不到。阿J对于你今天川普式的调理方法表示很棒，很棒，大家可以回家试试看。杨表姐，今天对于五六七八集的感想？有，因为我平常不下厨的，今天学的总共三道菜嘛，可以嫁了，出师了，可嫁，欢迎娶我，欢迎娶我，一学会，欢迎娶你，对，这是一个结论就对了，对，普通人就是来台湾，好，我要上诉，的挂包不是说要最辣的吗？我觉得我们的很辣啊。但是不好吃啊！没有，我觉得重点是我们一整天一分都没有。对啊，我觉得你们没有赢过吗？你们一分都没有。哎、欸，对哦，你们没有赢，没有得分嘞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我两分，我两分。你凭什么两分啊你？2-0，最后一个阿 J， 哈哈，今天五六七八集的感想，料理真的是很有学问。反正倒就对了，倒就对了。今天最没学问就你了，那就很好吃哎、欸。今天三星米其林主厨到这边就此完结篇，还没去看五六七八、五六七集的，或者一二三四集的。赶快去上面，上面下面应该都有连结，应该是下面。到底在哪边？对，大概都在下面，张连结的下面。好，这个连结都在下面。今天超辣挂包就到这边，先跟大家先说声拜拜了，拜拜，赶快去吃挂包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